这里是即时都市频道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欢迎收看，我是百安。晚上好，我是徐涵，欢迎您通过我们24小时的新闻热线电话0431890890009638900以及守望都市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用你还将获得最高1000元的现金奖励。我们移动守望的网络直播正通过即时通、今日头条、新浪微博、一直播和映客同步播出，大家可以用手机来互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要先来聊一聊供暖，因为随着气温的回暖，可能大家也都感受到了，这供暖期也到了。正式的时间呢，是从昨天0点开始正式结束的。这一结束，对于很多热用户来说，有笔账该好好的算一算了。没错，如果您家里这供暖啊没有达到标准，请保存好测温记录和裁定书，办理退费。退费如何办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稍后的节目中会为大家详细的解答。那今晚还有哪些热点新闻呢？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即日起长春正式停止供暖，室温不达标可退费。公安部十项放管服务改革新措施具体内容了解一下。便民利民措施的出台将给老百姓带来非常大的方便。维护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老师在重点时段、重点的区域定岗定员，实干实守，保证学生们的舌尖上的安全。购二手房家电全包括，交完钱竟遭偷梁换柱。然后你看这个固定的鞋柜都镶在墙里边，他都给我抠过去了。然后还有这个冰箱，原来他的冰箱是海尔的，现在是换成这个荣丰的，看很清楚。我从业这么多年了，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12万定制奢华橱柜安装后这么多质量问题，说得过去吗？看看门板里头全是裂的，按照现在我家整个门型是瓢的，这是根本都对不起，那怎么能关严呢？我昨天不是说了吗，那个东西是可能运输过程压弯了，它门板变形，这东西是运锁，这个东西谁也没法避免的。一楼装修太任性，拆墙挖地质疑。我们楼上就是没有电了，当时看的就是把地缆给挖折了。大拆大建为哪般，房主回答太调皮。修墙瓦我自己家装修，打通了就宽敞点了。记者走访小区物业行政执法局，违规施工被叫停，触犯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责令你改正。第一是停工，第二呢就是原状。任性的装修，守望都市今日关注。好，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刚刚说了，长春市的供热已经停止。有句话叫秋后算账，但是供热呢是冬后算账。尤其是很多这个供热不达标的，现在要开始要算一算了。但是很多热用户挺迷糊，这账怎么算呢？比如我认为我们家这供热条件不太好，没达标，但是算不算不达标，能退热费吗？2018至2019年的采暖季原定于4月6日正式结束，但由于近期气温变化较大，长热集团、亚太热力、同心热力、宇光热力等多家热企都延长了供热时间。供热时间呢，由原来供热办有长春市规定的4月6日延长至4月10日，那运营成本呢增加在300万元以上。这几天的延供呢，就是说可以增加我们企业的运营成本，就达到将近1000多万。根据长春市政府发布的《长春市居民热用户供热温度检测及退费有关事项通知》中的明确规定，对于供热不达标的用户，实行阶梯退费，最高可退当月热费的105%。通知中规定，供热期内居民用户住宅的卧室、起居室室内温度昼夜不得低于摄氏18度，低于摄氏18度的热经营企业应当退还相应热费，连续停热2天或累计超过7天的，视为影响范围内的供热不达标，按影响天数向影响范围内所有热用户退费。在长春市范围内的区级供热主管部门，在接到居民用户提供测温记录后5个工作日内做出书面退费或不退费的裁定，并告知供热企业。供热企业应在收到居民用户退费裁定15个工作日内进行退费。守望都市海波志刚报道。我们在这儿还有一个提醒啊，现在供暖结束了，建议大家现在就去把家里的进水管还有回水管这个阀门关闭，这样暖气片和管道处于满水湿饱状态啊，有利于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还可以防止夏季的检修或者新采暖季来临前注水试压的时候家里没人再意外泄漏。
哎，你提醒了一点，我也要提醒一点。这个由于停热之后呢，管道当中依然是有水的，所以加上压力和温度的变化会产生热胀冷缩。所以在停热之后的几天，第一要留人，第二要留意。留意哪几个位置呢？就是家里的暖气片与暖气接管处、暖气片的阀门处，这些地方都可能会漏水。所以大家要看着点，一旦要出现这样的情况，要及时报修。建议大家现在就赶紧去把这个阀门先去关闭了啊。我们接下来这条新闻的这个导语，我们慢一点说。日前，公安部推出了10项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新措施啊。这次推出的新措施包括5类业务的异地通办，就是你在外地也可以办，还有5项业务的便捷快办。6月1号起就要推行了。这当中呢，最引起大家关注的就是小型轿车的驾驶证可以实现全国通考了。怎么个全国通考法呢？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据了解，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机动车面试人总量及增量均居世界第一，群众买车上牌、考试领证的需求持续高涨。面对新形势，公安部推出了10项改革新措施。那么为了适应这样一个大的形势的要求，公安部呢在去年推出了20条放管服措施的基础上，那么今年呢又推出了10条放管服的这个便民利民措施，有5条是涉及的异地通办，那么有5条呢是涉及到的是便捷快办。应该说这10条便民利民措施的出台将给老百姓带来非常大的方便，免去了人民群众包括等待呀、排队呀和这个往返路途等不便的这种情况的发生。据了解，此次异地通办和便捷快办业务中包括推行小型汽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执行小型汽车驾驶证异地分科目考试，以及扩大使用原号牌号码范围和推行12123交管语音服务热线等。其中实现全国一证通考最为关注，从6月1日开始，申请人持本人身份证在全国任意地可直接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不需要交居民登记凭证。而除交管语音服务业务，其余均于6月1日开始实施。守望都市加入张扬报道。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有关的消息啊，这公交车是很多人常规的出行方式了。那不管是经常坐公交的人，还是打算坐公交的人，都希望这个车况啊，包括车的服务啊，都能够越来越好。因为往小了说，这影响的是心情；往大了说，影响的是大家的安全嘛。那为此，我们看到长春市又出台新规了，名字叫做《公交运营企业自律公约》。其实呢，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以后你乘车看到有司机师傅出现以下8种行为，你可以举报，因为他会将面临处罚。近日，记者在长春市公共交通协会处了解到，目前长春市的公交日客运量在200万人次左右，而长春市公交运营企业自律公约已经于日前由长春市公共交通协会与23家公交企业签署完毕。这意味着城区250余条公交线路、4300余台公交车，在未来将遵守公约内容为乘客提供服务，否则车辆驾驶员将可能按公约受到处罚。靠站停车呀，在运行中接打手机、这个吸烟等等吧，一些不规范的行为。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在公约中我们看到有包含了车辆不能正常行驶时，驾驶员应当安排乘客换乘同线同向运营车辆，后续运营应当为乘客提供免费乘车服务，否则扣罚当事人200元，严禁拒绝优惠人群乘车，否则出现投诉查实扣罚当事人200元，在驾驶运营车辆时严禁驾驶员使用电子通讯设备及危及驾驶安全的其他电子设备，在车辆行驶中如发现接打电话、敞门行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发现一次扣罚当事人500元等多项具体内容。签了一个协议以后呢，又出台了一个管理集成，既有处罚又有奖励，驾驶员也比较接受。守望都市陈汉广为报道。我们也希望啊，无论是公交司机还是说开其他车辆的驾驶员，都能够遵纪守法，文明出行。毕竟咱们要么是在路上，要么就是在去路上的路上，所以我们经常作为交通参与者，也希望每一辆车都能够守法出行。哎，刚刚新闻当中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说到这个驾驶证啊，以后在考的过程当中可能更方便了。这是方便不代表就好考，好不容易取得的驾驶证是不是要珍惜一下呢？但是最近呢，长春市交警支队南关区大队的民警在执勤的过程当中却查获了一名这个酒驾的摩托车司机。这位驾驶员是刚考的驾照，当天刚核发，还没拿到手就被吊销了，也被称为这寿命最短的驾照了。
大家眼前的这位小伙子就是孙某，他刚考的驾照还没拿到手就被吊销了，现在他别提多后悔了。事情发生在2019年3月25日，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南关区大队的民警在永宁路对过往车辆进行酒驾排查，晚上7点，民警对一辆摩托车进行检查时，发现驾驶员脸色发红，神情紧张。当时驾驶员呢，我们给他带到警车上进行了这个呼吸检测。对，每100毫升血液当中135毫克的酒精值，然后这个酒精值呢已经涉嫌这个醉酒驾驶。随后民警驾驶警车拉嫌疑人回南关区交警大队做血液酒精检测，在车上民警对孙某的驾照进行了核对。当时他跟我们说没有驾驶证，然后后来说他驾驶证正在考。一提起驾照，孙某非常紧张。到交警队后，民警通过公安信息网查询了孙某的驾照状态，电脑上给他查了一下，我大概考完了4-5天左右，发现他这个驾驶证呢是3月25号才核发下来。听孙某讲，他前前后后参加了多次考试，费了很大劲儿才通过驾考，核发下来的驾照他还没来得及取呢。当天他的一位朋友拿着自酿的白酒找他吃饭，喝了一杯白酒，喝了一瓶啤酒。孙某酒后开车被民警发现，这驾照还没拿到手就要被吊销了，对此他追悔莫及。要是构成醉酒驾驶的话，会面临的驾驶证吊销，5年之内不能重新考取驾驶证，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罚。首王都市新冲雨风报道。你看看，考驾照考得还挺费劲的，结果出师未捷，证先吊销啊！也希望大家能都引以为戒。下面要说的这个诈骗，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简单的说吧，陌生人给你打电话，说他可以操控某些金融软件的后台，这样他可以控制盈亏，现在就想找你合伙，利益咱们5/5。听着就不可信了，他有钱干嘛不自己赚？干嘛来找我呀？但是敦化的尹先生他就信了，还给对方转钱，结果就上当了。哎，这一上当损失了100多万。不过好在的是，我们看到这吉林省黄泥河森林公安局经过近3个月的全力侦查，奔赴广东、湖南、广西等地，成功破获了这起涉案110余万元的重大电信诈骗案，共抓获了25名犯罪嫌疑人。2018年4月12号，尹某啊，称那个通过电话的方式被诈骗。尹某称，2018年10月中旬，他接到一名自称小梅的网络客服人员电话，小梅称其所在公司为黑客技术团队，可将微金融软件手机微交易 APP 的后台攻破，从而控制盈亏。因公司内部团队账户有限，急需寻找合伙人，获利后可5/5。尹某之前曾了解过类似理财软件，听说可以操控后台，在利益的驱使下，先后通过微信和支付宝向平台账户转入2000余元人民币，开始确有盈利，但后期想要提现却被告知还得继续充值。尹某感觉情况不对，便向公安机关报警。我们是通过资金流水和电话的通话方式判定其为电信诈骗。为防止电信诈骗在林区大范围辐射，导致受害人增多，黄泥河森林公安局经过研判上报，在延边森林公安局的部署下成立专案组。2018年11月13号，专案组带着前期调查结果，奔赴广东省广州市、湖南省衡阳市、广西省钦州市，经过1个月的细致摸排，最终确定了涉案团伙组织结构和下级代理分公司。有莫某、高某，还有梁某，以广州公司为主体，进行电信诈骗的后台，完了分别以湖南、广西为分公司、子公司的形式，骗取诈骗人相关信息。2018年12月20号，由延边州森林公安机关抽调42名民警组成抓捕组，分赴广州、衡阳、钦州3地，共捣毁诈骗窝点4个，抓获广西、湖南诈骗团伙主犯在内的犯罪嫌疑人20人，收缴作案电脑30余台，作案手机、电话80余部。但广东总公司的组织领导者莫某、高某等5人当天未上班，侥幸漏网。侦查员放弃春节休息，进行摸排蹲守。于2019年2月20号，在广东省四会市成功将负案在逃的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至此，以莫某、高某、梁某为首的25人诈骗犯罪团伙全部落网。经过进一步调查，现已破案38起，核实受害人40余人，涉案金额110余万元。25名犯罪嫌疑人现已全部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首尔都市印德海军通讯员刘树新报道。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天气变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吉林省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一汽马自达 CX4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维护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让开，让开！在重点时段、重点的区域定岗定员，此干实守，保证学生们的舌尖上的安全。于数十三岁女孩突遭意外，全身80%烧伤，生命垂危。但是因为这个烧伤面积大，病情重，她治疗周期很长，所以她要经过多次手术，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购二手房家电全包括，交完钱竟遭偷梁换柱。然后你看这个固定的鞋柜都镶在墙里边，她都给我抠起来。然后还有这个冰箱，原来他的冰箱是海尔的，现在是换成这个荣省的，看很清楚。我从业这么多年了，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12万定制奢华橱柜安装后这么多质量问题，说得过去吗？看看门板里头全是裂的，按照现在我家整个门型是瓢的，这根本都对不起，那怎么能关严呢？我昨天不是说了吗？那个东西是可能运输不能压弯了，它门板变形，这东西是运锁，这个东西谁也没法避免了。买好钻，会翠楼，会翠楼珠宝提醒您，稍后节目更精彩。本栏目由鼻炎专利药苍鹅鼻炎片在直播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校园餐饮安全。说到校园餐饮，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在学校里头吃的东西，但是学校周边的食品如果没有安全保障的话，同样会对学生的健康造成影响。那近日呢，长春市永昌街道的执法人员对辖区内的学校周边非法摊贩就进行了统一的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在摸排中发现，长春市解放大路吉大附属中学门前，每当中午放学时，便会有占道经营的流动商贩在学校门口贩卖食品，不但影响市容环境，这些来源不明的食品也会对学生的健康造成影响。掌握线索后，执法人员立即出动，对非法摊贩进行取缔。从执法人员收缴的这些商贩售卖的食品当中，我们看到这些食品的包装呢都是非常的简易，而且没有任何的食品安全资质，存在一定的食品安全隐患。据了解，在永昌中队辖区内中小学较多，为了保障学生们的食品安全，执法人员在学生上学、放学及午休等高峰时段，在学校周边进行定岗管理，对占道经营的流动商贩采取初次教育告知的方式，如再次占道经营，则对所使用的经营工具进行暂扣。这种游园散饭呢，他们没有卫生许可，卫生条件不合格，很容易造成啊拉肚啊、坏肚啊。我们就集中整治校园周边的这个违法商贩，在重点时段、重点的区域定岗定员，此干实守，保证学生们的舌尖上的安全。省都市则需张扬报道。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比习惯更强大，所以我们总是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这样才能为您规避风险，确保安全。但是很多驾驶员依然是不以为然，佩戴安全带这个问题依然觉得麻烦。今天的交通违法曝光台，我们就来看一下监控录像拍摄到的画面。
在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提供的交通违法摄录图片中，我们看到一辆红色机动车行驶至人民大街与繁荣路交汇处等待信号灯时，路口的监控摄录清晰地抓拍该车辆驾驶员没有系安全带。在西安大路与光明路交汇处，一辆黑色机动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今日面孔，我们要来关注的是榆树市13岁女孩小雪。就在前几天，小雪家租住的房屋突发火情，整个棚顶掉了下来，砸在了正在写作业的小雪的身上，导致孩子全身80%烧伤，目前呢仍然在重症监护病房救治。今天在吉大医院烧伤外科的重症监护病房外，我们见到了小雪的妈妈。他告诉我们，4月7号的下午，女儿和爷爷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房顶窜出了火球。孩子在那写作业，完他看电视，完然后吧，就不知道就是呼下一股烟，就棚就掉下来了。因为房屋的顶棚是用塑料糊的，所以着火后整个顶棚掉了下来，将正在写作业的小雪扣在了里面。小雪妈妈说，当时自己和爱人都在外地打工，好心的邻居发现着火后通知了他的家人，并将孩子送到医院就医，说孩子烧伤了，说的你赶紧回来，家里着火了。因为伤势严重，当地医院无法救治，随后小雪被紧急送到了吉大医院的烧伤外科。烧伤面积80%，基本上都是3度了，就是比较烧的比较重了，然后孩子还有吸入性损伤，气道呼吸道也有损伤，然后来的时候有烧伤休克。医生告诉我们，小雪的头、面、颈、臀部和四肢都有烧伤，他们已经为孩子做过2次手术，而接下来小雪将面临的就是感染关。但是因为这个烧伤面积大，病情重，他治疗周期很长，所以他要经过多次手术，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紧接着呢，孩子又要进入感染期了，然后他可能这个还需要咱们再观察。冯女士说，女儿是个爱美的小姑娘，喜欢唱歌跳舞，是班级的文艺骨干，但因为孩子左侧头部和上肢烧伤严重，手指和耳朵保住的可能性已经非常的渺小。残忍的现实面前，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和孩子解释。我就想，我那天我说，我说姑娘这件事再遭罪再这件事，孩子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儿子好像是不住的时候他脚都不行了。我们了解到，冯女士和爱人在外地打工，一个月的工资2000多元钱，而目前女儿的治疗费用已经花费了10多万元，未来还不知有多少手术在等待着孩子。高额的治疗费用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犹如巨山压顶。这是手一次手术得90万，对你俩最少得100多万，这是医生开始找了谈话说我俩就冒险。照片中我们看到的是小雪灿烂的笑容，如花一般的美好。我们不知道孩子还会面临哪些关口，经历多少次手术，不知道那样爱笑的眼睛还会不会爬上孩子脸庞。我们只愿小雪可以一切安好，也希望社会各界的好心人给她力量，帮她渡过难关。首尔都市木桐雨峰报道。今天早餐吃什么？来一屉热腾腾的包子，相信会是不少人的选择。但是你吃的是真包子还是铝包子呢？这家饭馆地理位置不错，每天吃饭的人还挺多，食品种类也不少，其中就包括罗某做的包子。然而罗某送来的这些包子一旦顾客吃了，身体可能会出现问题。经过抽查检验呢，发现它每公斤的面粉里面含有501毫克的铝，长期食用含铝的食品呢，会造成严重的食源性疾病，会造成肝肾等重要功能的损伤。
国家食品安全条例规定，有的食品在制作加工时可以使用适量含有铝的添加剂，但有些食品是绝对不允许使用含铝的添加剂，比如不少人都爱吃的包子。而涉案的饭馆直到工作人员上门检查才知道自己卖的包子有问题。罗某在法庭上也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后悔。他说那两天天气比较凉，他发面发不起来，为了使这个发面呢能够发得更好，包子的卖相更好，他使用了含铝的泡打粉。在现实中，消费者基本没有能力来辨别食品是否有问题，所以食品安全问题还得要求商家自身严于律己，否则不仅坑害消费者，还可能就会受到和罗某一样的处罚。接下来新闻当中我们关注到的这位男子跟刚刚往包子里添加铝的男子一样，可能你会说缺德。以前说缺德我们觉得这是要不要脸的事儿，现在说缺德这是要不要命的事儿。比如接下来这个行为就很要命。前几天在江西南昌一辆公交车的行驶途中，一名男子突然冲进了驾驶室，抢夺方向盘，并扬言大家一起去死。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来走进今天的微视频。男子突然冲进驾驶室抢夺方向盘，多亏司机反应迅速，第一时间紧急制动将车停住。他当时坐在司机座位的后面，然后用脚老是顶到司机的座椅后背，影响司机驾驶。司机对其进行劝说了三次，还是继续反复。俩人就这样争执了十多分钟，男子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直接上手抢方向盘。事故导致一名乘客胸骨骨折，而这名男子呢，因危害公共安全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为一己私利不顾众人安危的还有下面这位。男子加油站内吸烟，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劝阻无效后拿起灭火器就往车上喷射。随后男子下车打了工作人员一巴掌，却再次遭到喷射。确实应该喷喷，清醒清醒，这是你吸烟的地方吗？这种行为光被喷是不够的。最后男子因涉嫌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被警方行政拘留三天。这画面，这操作，这结果引起极度舒适啊。下面这位选的这个地儿干的这事儿也不太对。有什么事？我上厕所，上的厕所。哪里？在前面。在哪里？哪个车？在前面那车。来来，上车上车。男子说本来车流很缓慢，自己尿急就下了车上了厕所。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车流速度突然加快，车流量又大，他朋友也无法停车，就把他丢下了。高速上不能随便下来，你知不知道？不是，他刚才堵了，我实在在那个黄石大桥我就憋不住。最后交警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将他送与朋友会合。因为内急而烦恼的人还真不少。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大哥。老婆，我错了，不应该来旅游的。你看看石头，半天走一步，我应该在家做饭洗衣服，我后悔了，我憋不住了。这大哥真是个段子手啊，一出口就引得阵阵笑声。你看多少年，半步都走不了，回家洗衣服做饭。我没有听你话，我错了。购二手房家电全包括，交完钱竟遭偷梁换柱。然后你看这个固定的鞋柜都镶在墙里边，他都给我抠起来。然后还有这个冰箱，原来他的冰箱是海尔的，现在是换成这个荣省的，看很清楚。我从业这么多年了，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12万定制奢华橱柜安装后这么多质量问题，说得过去吗？看看门板里头全是裂的，按到现在我家整个门型是瓢的，这根本都对不起，那怎么能关严呢？我昨天不是说了吗，那个东西是可能运输工程压弯了，它门板面型，这东西是运锁，这个东西谁也没法避免的。一楼装修太任性，拆墙挖地治。我们楼上就是没有电了，当时看的就是把地缆给挖折了。大拆大建为哪般，房主回答太调皮。修成了，我自己家装修，打通了就宽敞点了。记者走访小区物业行政执法局，违规施工被叫停，触犯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责令你改正，第一现在停工，第二呢
任性的装修，守望都市，今日关注。买好钻，荟萃楼，荟萃楼珠宝提醒您，稍后节目更精彩。本栏目由鼻炎专利药苍鹅鼻炎片赞助播出，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守望都市》。上周我们在节目中播出了四平市铁西区滨河蓝湾地区四栋一楼在大拆大建装修，这个业户啊，不仅是把一楼几户房屋都打通了，还向下挖，地面都露出了钢筋。楼上的业主们担心这会影响到楼体的安全，当时记者也是进行了实地踏查，分别走访了小区、物业啊、执法局等多部门。昨天，当地的政府部门对此事做出了回应。3月9号开始，我们楼上就是没有电了，然后我们居民都在家，寻思下楼找找到底是因为什么没有电。然后到这边之后，发现它是一个浴池在装修，而且有沟机，大型的装修，沟机挖地什么。当时看的就是把地缆给挖折了，挖折了之后那个地梁钢筋全都露出来了，而且下落挖深了机，我们量了41厘米。之后我们就担心整个楼的安危。在记者采访过程中，记者也恰巧碰到了一楼商户的负责人。那咱们在这修什么呀？修城堡。我自己家装修啊，我寻思这四个打通了，住不宽敞点吗？那咱那个钢筋都挖出来，这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业主们告诉记者，从3月9号开始，他们就将问题反映到了四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四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也给正在施工的商户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滨河蓝湾小区第4号楼123商网4处窗户下落50公分，该行为违反了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61条的规定。针对此情况，在4月8号，记者也来到了四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我们到现场勘查的时候还极不配合呢。改正通知书上写的是说他这个窗户下落了50公分吗？对，咱们后续这个事儿没有跟进，他们到底因为啥呢？是3月9日的案件，我们这儿之后市场就转走了，就让那个铁西区辖区管理了。搬到铁西区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是那个行日记载的，给他看一眼。四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在3月13日就已经将问题移交到四平市铁西区办理了。随后，记者也将问题反映到了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这里的工作人员对此事进行了核实，并表示他们一定会高度重视、严肃处理。在4月10号，记者再次来到了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在这里，记者见到了四平市铁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局长。他表示，四平市铁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刚组建一个月的时间。滨河蓝湾地区四栋业主反映的问题，在2019年3月13日由四平市人民政府督察室将案件移交给铁西区处理，但是在4月9号下午3点53分才正式将案件移交到四平市铁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案件正式移交以后，四平市铁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立刻成立了专项小组，并再次到该施工地点进行了勘查。到达现场以后，发现里侧有几个地梁。由于在动用了沟机挖掘的过程中，对主梁有几个损害。经过现场勘查，该业主已经把损坏裸露的部分已经全部恢复。在施工现场可以看到，原来一楼商户施工时室外栈道装修的情况已经恢复原状，之前设置的蓝色围挡已经被拆除，砌成了水泥墙。虽然目前室内施工时下挖地面钢筋裸露在外的情况已经是得到了恢复，但是其他的违规行为仍然存在。四平市铁西区城管执法局也在现场向一楼的商户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让其限期恢复原状。有个法律文书转交给曹勇，根据昨天四平市城市行政管理执法局把这个滨河蓝湾你们家这个案件移交给我们铁西执法局，将对你这种行为进行严厉执法。你们家这个行为呢，触犯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15条的规定，私自拆除建筑结构，根据这个69条第一款，责令你改正。第一，现在停工；第二呢，恢复原状。由于执法过程中房屋的负责人不在现场，所以由房屋的施工人员代替房屋负责人签名转交责令改正通知书，并按照要求在4月20日之前拆改部位恢复原状。10天，对，因为咱们考虑它的工程量比较大，所以时间给它延长点，10天。那如果要是不恢复呢？这不私自拆除那个建筑结构吗？根据他这种行为，咱们将对他进行5万到10万的罚款。
而针对业主们担心目前施工的情况是否对楼体安全造成影响，四平市铁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也表示，可以找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在鉴定没出来结果之前，该恢复的他恢复，咱们那个让这个房主那个出这笔费用。你看你们是你们找还是这房东找？谁自己找？大家现在就同意这个，这个房东找第三方鉴定，我们就马上部署这个房东联系省级以上的这个鉴定机构。四平市铁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局长表示，他们将派员在施工现场进行监督该商户的恢复情况，同时也将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该商户目前产生的危害进行鉴定，排除安全隐患。首王都市白鸽王超四平市报道。长春市民康先生去年通过新发中介买了一套二手房，当时房主承诺卖房带家电带家具，但是康先生去收房子的时候却发现房子里的家具家电和他看房时不一样了，本来都说好了，那为什么给换了呢？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份左右，然后我打算买房子，后来选择在新发地产他家相中了一套二手房。在这之前我已经看了很多家，最后还是选择长辛街的白金首府。然后我进来的时候，他家当时的装修和那个电器什么的都是我很满意的，然后就选择了他家。在康先生相中这套房子后，就和原房主达成了买房协议，并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同时家具和家电都以附赠设施的形式写在了合同里，最终以72万成交了这套房子，相当于9600元一平。成交价里边已经包括了这些电器跟家具的时候，而且写的非常明确，每样冰箱、电视、彩电、热水器、洗衣机什么的都包括在内了。然后在合同签完不久后，那个房主就感觉他的房子卖便宜了，他就找我来往回索要他的那个电器。合同签完了你再反悔我也不能给你了。在原房主提出索要家具和家电一事后，康先生当时并没有同意，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紧接着他们就办理了买房的相关手续，但没想到的是收房时最后一刻出现了问题。据那个中介找的这个房子的原来的720的那个全景图，过来一对比发现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偷梁换柱了。我们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合同上明确的已经写上了固定设施不变，包括电器什么他都是附赠于我的。然后你看这个固定的鞋柜都镶在墙里边，他都给我抠去了，包括这些一些小件衣架什么的他都已经给我抠去了。然后还有这个冰箱，原来他的冰箱是海尔的，现在是换成这个荣省的，看很清楚，而且他换的是非常像的，如果是没有这个把手的话我几乎都认不出来。还有热水器也是，原来那热水器是美的的，现在给我换了一个海尔，而且一看上去就非常旧，最主要是它还不好使。康先生说，不光冰箱、热水器和之前看房时有出入，电视、空调、餐桌等家具家电都不一样了。随后新发中介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之前我们对这个房子进行了一个就是720度的一个全景的一个拍摄，就是跟原来的东西都不一样了。我从业这么多年了，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康先生表示，发现家具家电有问题后，他想联系原房主却始终联系不上，中介方面也一直在协调此事，但房主却始终不肯出面。康先生说，无奈之下他想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那么家具家电原房主是否更换了，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原房主这样做呢？随后接着电话联系到了原房主。房屋里这些电器是不是跟原来的不一样了，全更换了？你这事你不用问我，咱们不是送财吗？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中介那个720度全景了，冰箱啊。中介那个是在我卖房的时候录的，对吧？交完房了，而且就是说所有合同上的东西也都有。这样吧，我现在也不方便跟你说太多，他已经提起那个仲裁了，我会接受这个结果，是吧？咱们由法律来解决这个事。是这样，就是你那个家具到底换了吗？换没换这个？记者求证原房主时，他一直在强调合同中约定的家具都还在，对于是否有更换家电一事他避而不谈。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原房主是否有违约责任呢？买受人和中介公司已经通过视频还有影像资料等手段锁定了这些物品的具体规格、型号、外表特征，这些都是确定的。房主将交付房屋内的这些附属设施进行了调换，与当时固定的影像资料中的物品不相符，那么这个时候那房主实际上是
一种违约行为。那么按照合同第五大条第七项的约定，那么这个房主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这些物品的价值进行赔偿向我们的买受人。沈阳都市佳悦富强报道。去年十二月，长春市民杨女士在中东瑞家的我乐橱柜花了120万定制了一套橱柜。今年二月份安装的时候，杨女士发现这橱柜有多处出现了门板歪斜啊、柜面磕碰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她找到商家协商，但是始终没有办法谈拢。我家是十二月在他家定制的一款120万的橱柜，然后2月3号的时候安装，但是安装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将近20多处，它是包覆的，结果用手就可以扒开了。你看看门板里头全是裂的，按到现在我家整个门型是瓢的，这根本都对不起，那怎么能关严呢？杨女士说，因为橱柜多处出现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就导致家里的装修被一拖再拖。而在发现了问题后，我乐橱柜方面的工作人员也去家里协调，但是协调的结果却让杨女士十分不满意。然后我就给他们打电话，就想进行调解，然后他们派来一个就是大区经理，他问我什么要求，我说我要求就是能达到一致，和你家就是样板柜的无论品质啊还是说精细程度是一致的，然后他说那不可能达到，然后我对他们这个产品就特别怀疑了。杨女士说，当时订购的是样板间的款式，但是如今自家安装的成品却与样板出现了差距，自己无法接受。随后为了进一步协商此事，杨女士再次来到了位于中东瑞家3楼的我乐橱柜。他家门板确实有一些质量问题，就是这个对角还有其他地方出现了质量问题。然后我昨天确实是质量问题，是吗？对，确实是，我承认这个，我们也不否认。看你家的门，你看严丝合缝。我，你听我说，你到我家那个严丝合缝，我昨天不是说了吗？那个东西是可能运输过程中压弯了，它门板变形，这东西是运损，这个东西谁也没法避免的。该负责人表示，自己已经在前一天到杨女士家查看了橱柜，的确存在质量问题。对此，负责人表示，厂家方面已经为杨女士重新制作了橱柜，并在30天之内到货。运输过程中造成这些运损呢，是我们没法避免的。但是这种定制过程定制下去吧，都有这个通病，所有有质量问题或包括运损啊，包括一些质量问题会造成的原因，我都会给它进行更换，都给它换成新的，对吧？要是你家王经理，那么肯定的跟我说，我要你家样板那种品质，他说达不到，不可能。这的意思是说，你再回来拿回来东西，还会不会产生像您说的运损呢什么的？可能。可能会，这个我没法确定。那可能会，我们还会继续更换啊，所有的门板。行，如果你不满意，我到时候现场给你处理，让你看，觉得处理到你满意为止。最后，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我乐橱柜方面免费为杨女士更换有问题的部分，按照合同逾期每天赔偿20元。并对之前售后产生的不愉快向杨女士道歉。样板间呢，首先是给消费者一个效果。他能一下子了解这个产品，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我是照这个效果去花这份钱的。现在就是什么呢？我花了这份钱，效果泡汤了。沈阳都市冯帆明丽报道。哎，商家提出了可以再给送一次，那也希望这一次啊，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能够确保一下安全，可以借鉴一下样板间那个完美无瑕的样板嘛。接着往下说，近日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同相关部门共同决定啊。8家事业单位准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级人才124名，具体的报名要求和报名方式进入今天的便民服务台。近日，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相关部门决定，8家事业单位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级人才124名，报名要求符合岗位所需要的学历、专业、工作经历等其他条件，采取现场报名、传真报名或电子邮件报名的方式进行，由招聘单位受理，考试成绩在各招聘单位网站进行公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法律规定，决定自2019年5月1日起，对长春龙家国际机场航站楼出发层道路实施限时停车交通管理措施，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应急救援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及乘坐人数大于或等于20人的大型客车不受限时停车交通管理措施限制。为了提高用户的安全意识，使用户掌握安全常识，长春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定于2019年4月15日至4月21日对下列小区的居民用户进行燃气管线、燃气设施的入户安全检查工作。为确保您的用户环境安全，请用户驾
家中留人，并配合安检工作。最后，让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菜价。今天降幅最大的是菠菜，每公斤价格下降2元；土豆、生姜、白萝卜每公斤价格分别下降0.6元、0.3元和0.4元，其余蔬菜价格没有变化。守望都市编辑报道。本来 MUBN 专利药苍鹅鼻炎片赞助播出，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首阳都市。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都市送福，我们的福娃赵鑫来到的是长春市的南关区，我们赶快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幸运家庭。赵鑫你好。你好主持人，都市送福幸运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长春肿瘤医院冠名即时传媒特约播出的都市送福。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认识了一对这个特别幸福恩爱的老两口。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可能还没见到过他们，那下面呢，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他。你好二位。哎，你好，你看这旁边怎么放这么多手机？其实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直播之前呢，这个叔叔呢一直在打字，这打的是什么？我打的是让我这个亲属赶紧看守望都市，是吧？看看一下自己。旁边的这个阿姨还这个没等发出去呢，我就说咱不行了，这个马上就要直播开始了。不过相信您身边的朋友肯定也是一直都这个喜欢守望都市，经常看，所以肯定能看到你们，是不是？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还没知道这个叔叔和阿姨姓什么叫什么，然后这个今年多大了。阿姨您也往这边坐坐，咱们一起来这个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唠一会儿，好吧？叔叔您先说自己的姓名、年龄，自报一下。我叫傅宗立，68岁。68岁了，那来介绍一下旁边这位是您爱人，我叫王春华，今年67岁。哇，这个老两口可以看出来非常的恩爱，今天还特别般配，都穿了这个情侣衬衫，都是这种红色系的，是不是特别喜庆？那我想问一下，叔叔是您报的名吗？是我的报的。您当时是怎么想的报名？我经常看这守望都市，看了从开始咱们的守望都市开始，我就开始就看这个节目，天天看挺有意思的，也看了挺长时间，大伙儿都在报这个幸运到家这个事儿啊，送福。那天呢，我一看，我说我也报一下子，本来是就是想参与一下，像个那个笑话似的，结果还真实现了。想到开个玩笑，我们就真来了，是不是？那阿姨，您这个知道这个先生说我们今天要来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我非常高兴，因为我期待着你们来。是吗？看这先生虽然觉得呢是句玩笑，没当回事，但是阿姨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来的，对不对？那我特别想问，就是十多年的这个忠实观众，也是老粉丝了，是不是？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些跟都市频道或者守望都市的一些渊源，或者说是给我们之前参与过什么活动啊，或者是打过我们的热线电话之类的呢？有没有？这个守望都市这个节目吧，为什么喜欢它呢？它本身它就是非常亲民，所以我们就把它看作一个每天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了。哎，你晚上的要不看守望都市，觉得缺点啥似的，所以就总看，总看吧。有时候呢，对这个有些新闻啦，有些什么东西啦，他非常关注。然后呢，偶尔呢自己呢也有这方面那个。想报个料，有什么提个醒的？哎，那个比如说有一次，那这是几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我们老两口子去上一个银行去交这个水费。完了正好呢，外边赶快哗哗哗下大雨。下大雨以后，完了这银行里头就备了很多这个爱心的伞。完就给我们的主动给我们提供了。提供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很温暖。完了走路上我就拍个照片，拍个照片，哎，我们的，然后就发到咱们这个守望都市去了。发了以后还真播了。感觉这个先生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仅在说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是多么的贴心，也是就是秀了把恩爱呢。我感觉咱守望都市吧，把这个爆料一爆出去，大家都知道，这个银行也好，是守望都市做的也好。其实我们就不管是无论是一些民生的资讯，还是一些这个家长里短，或者说一些爱心的小事，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出来的，是吧？也通过我们这样的平台。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给您带来了一些幸福。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些礼品都有什么，好吧？首先呢，是由我们和林食品提供的调料礼盒，以及我们九台区雨田生态米业公司为您家提供的李雨田
田有机大米，还有我们吉林省建上传媒有限公司为您家提供的护眼礼品。要想眼睛好，蓝牙眼贴少不了。还有我们这个采集一世芳华，致敬摩登时代，是由我们摩登红人公司为您家提供的价值150元的化妆品礼盒，以及我们尊瑞酒业为您家提供的红酒一瓶，还有我们都市首选为您家提供的日常必备的卷纸。怎么样，开心吗？非常感谢，非常开心。就是事无巨细的都为您准备齐全了，是不是？那我们一起来对一下我们都市送福的口号，不知道您现二位有没有印象？必须得有，是不是？作为这个忠实粉丝了，我们一二三一起来喊出它。都市送福，幸运到家。好的，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长春肿瘤医院冠名吉时传媒特约播出的都市送福，我们下次再见。嗯，好的，感谢赵鑫。刚才我们幸运观众说啊，一天不看守望都市就觉得缺点啥，我觉得这句话对于我们每个守望人来说都是最好的肯定，最大的鼓励。好了，现在我动力满满了，要继续带大家看新闻，来关注一个正能量的现场。这件事儿呢发生在3月20号，是延吉市的一辆公交车上，当时呢有一名乘客突发疾病，幸运攸关之际啊，这公交车司机高云鹏首先呢是征得车内的乘客同意，然后他仅用了3分钟就将这患病的乘客送到了医院，由于送医及时，患者最终转危为安。3月20号，高云鹏驾驶的50路公交车行驶至延吉公园附近时，车内一名女乘客突然出现了呼吸困难、浑身无力的情况。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当时是从当时小学那个红绿灯那块，然后有乘客说那个车里有病危的病人，我就快点往那个中医院跑，当时挺着急的。在征得全车乘客同意后，高云鹏仅用了3分钟时间就将患病乘客送到了延吉市中医医院。经诊断，这名乘客是由于胃肠疾病造成的身体脱水，医生表示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则会有生命危险。经过治疗，这名乘客现已经康复出院。刘女士就是病好了之后来送了锦旗来表示感谢，对我们的司机这种行为吧就表示了肯定和赞扬。我第一次收到是锦旗，然后心情挺高兴，再一个也是救人了嘛。守望都市孙俏延吉市电视台刘龙学报道。怀疑自己的丈夫搞暧昧怎么办？接下来这位江西南昌的女子给大家一个惊人的回答：持刀砍情敌。在现场，白衣女子脸上血流不止 ，T 恤上也有大片血迹。事发后，附近居民闻讯赶来，把黑衣女子手中的刀抢了下来。很快，110民警赶到了现场，伤人女子的情绪十分激动。想走走，你信他没有啊？啊，爹娘，我好想你啊！天天就发给我短信，晓得吧？给你们两个是刀，不是那个刀。什么刀？别的是我们没管。你啥女的？好女的。刀有啊，刀有啊，就是一个确实是一种刀。据了解，白衣女子是这家棋牌室的老板娘，而在一年前，黑衣女子一家三口曾租住在这附近。走进来，走进来，抓不进来。进去房间，刚才你给我老公啊，感觉他的东西搞，干什么不行，对吧？不也是洗刀是吧？也是包着那些的，干什么不行？干什么那些都洗刀的？除了血了，干几个人都血了，我还有些还没个人的接触。应该说就油子了，都是好生油子，等一些都没挖就上去就啊，有那东西粘个。随后，警方将黑衣女子带往派出所接受调查。经过治疗，受伤女子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最近呢，重庆的唐女士摊上事儿了，而这一切呢，都是自家的玻璃窗惹的祸。我听到嘣的时候，把我在都落在那个下面那个车子上，我把我回厂了，我都跑到那个窗子来看，跑到窗子来看，哦，着了，车子就这个打了哈，那个玻璃落下来，哎，整块一下玻璃一下掉下来噻。原来是厨房的玻璃窗掉落，砸到了楼下的车。唐女士家住4楼，砸中的是驾驶位附近的挡风玻璃，摔碎的玻璃现在仍散落在地。记者注意到，厨房位置安装的是滑轮窗，如果没有外力作用，通常情况下很难掉落。唐女士介绍，厨房的窗户已经严重老化，所以她可能是被一阵大风给吹下来的。她还向记者出示了当时的监控视频。
看不起了，你看嘛，看不起了。个华人这里。哎，华人他那个宽那个草丛里面嘛，看不起了噻，都掉下来了噻。那个风一轻轻的摇一哈儿，吹一哈儿都，轻轻的都，他那个花都掉下来了噻。那哈儿风一吹的有点大。你现在情形的是还好，只打到车没打到人哈。哎，就是。由于视频很模糊，很难看出是否真的有大风吹过，但窗户的老化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加上车主也很着急，于是在对方修理好车之后，唐女士就按照收据垫付1900元给对方，然后再通知了房东。然后要找老板，因为这个我又没有去动哈，他掉下来了，就说动一下那个窗户，假如说不坏，他肯定不得会掉下来哈。唐女士介绍，她租这套房子已经2年了，平时没有注意过窗户的老化情况，以前修修补补也都是房东在负责，所以这次房东应该把垫付的钱还给她。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房东沈先生，对方表示这套房子建成已经有十几年时间了，窗户也的确老化了，但租客没有第一时间通知他，让他感到有些不解。如果要风吹下来确实不太可能，他觉得有我的责任，他应该通知我，对不对？而且在这个没在场的情况下，他处理了，我觉得他那个有不妥的地方。沈先生也很疑惑，这种窗户掉落而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租户和房东的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呢？咱们在生活中如果遇上这样的事情，又该如何认定呢？杜江勇律师介绍，针对这种情况，以合同约定为准，若是没有约定，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这个房屋的时候，这个窗户呢就存在着一定的隐患，那么对于掉下来砸到这个他人的行为呢，我觉得第一个对于这个房东他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他原来呢就存在隐患。第二个呢，对于这个承租人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他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尽到审慎的管理义务，所以说他们是共同承担。对于杜江勇律师的意见，房东与租客目前正在进一步协商沟通当中。咱们也提醒大家，不论是租户还是房东，房屋的安全问题都得放在心上。视线转回到本地来说一个好消息，4月15号晚上6点，欧亚新生活呢将举办一场狂欢生日 party， 在当天呢我们都市频道的主持人也会到现场跟您互动，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都市大直播。据了解，在4月15号当天，欧亚新生活将会联合都市频道打造一场狂欢生日 party 活动。都市频道明星主持团队将会来到现场，与观众进行亲密互动。该活动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群体会到这里的新潮有趣的购物体验。欧亚新生活呢，是一个充满活力、吃喝玩乐购的一个综合式的体验式的购物中心。这次店庆呢，35周年庆呢，也是为村城的消费者在4月15号准备了极限挑战的一个活动。在4月15号，欧亚新生活还准备了多重好礼，吃喝玩乐购多重惊喜等着您，并且在当天还有挑战七龙珠的丰富有趣活动。同时呢，我们欧亚新生活和都市频道携手做了从负1到7楼我们执行的七龙珠闯关的活动，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的顾客呢也会得到丰厚的大奖。如果您还想了解当天更多细致的参与活动攻略，那就请锁定4月12日中午12点都市频道我就是要这样都市大直播特别节目，带您领略不一样的购物生活。守望都市，展斌星南报道。广汽传祺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常相伴同成长，长春农商银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长春晴，1到19。
治面瘫、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国家专利技术，治病更去根。0431-8507-2666，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吉林省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直播的《守望都市》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观众的反馈。长春市民张先生反映了，说长春大学天桥南侧的新城小区门口有商贩摆摊儿，占道经营，是卖日杂、卖水果的，什么都有。每天从早上一直销售到晚上的八九点，居民进出小区很不方便。那对此呢，南关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回复了，说情况他们记录了，稍后会派执法人员去现场查看，一经发现立即进行清理。嗯，可能夏天到了，类似的情况也会多一些啊。另外还有李女士，周先生刚刚乘坐出租车到浦东新下车的时候，把一件灰色的外套落在了出租车上，有家的钥匙还在衣服兜里呢，希望大家能帮着找一下，电话是136-04430617。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再见。